没有了，我在录影。那现在下午的行程是要骑马，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帮大家着装啊，戴帽子、绑腿。哎，那个听说蒙古的小朋友从5岁就开始牧羊、养牛、养羊、骑马，所以他们是叫做马背上的民族。好，等一下这一群马就是我们等一下的坐骑。